现在的话，因为好多国家，西方国家也是，日本也是，很多黑中国的报道有点多，特意把中国的不好的地方突出展现给外国，就是日本媒体也经常特意找中国的不好的点，然后播出，所以很多人对中国不了解或者误会，所以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或者我的纪录片，给大家展示真实的中国，对，因为我喜欢中国嘛，所以不希望让日本人误会中国，所以通过我的视频来让大家了解真实的中国，是我在中国拍片子的一个最大的动力。